大家好，我是中大心理学系的学生。我觉得做完 correspondence 这个 task 之后，对于我对 consulting 这类工作是加深了不少认识的。因为我们就会用 email 或者电话去联络一些 department， 在过程里面就可以 witness 到一些 department 的内部运作是怎样。另外我们也有机会去参与一些 draft business proposal 的工作的，由 submit tender 至到去交整个 proposal， 我们都会有份参与的。这个也令我对 business 的知识加深不少。